板娘现在要教我们做的这道菜，就是你只有在这边才吃得到的鸡迷路。鸡迷路，而且哦，我为什么说这个要特别强调，像是这个饭团一样？对，因为你看这个是糯米嘛。哦，糯米。对，它要把它包覆一些内容物，才会变成饭团嘛。OK。啊，内容物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主角在那边。包鸡啦，鸡整个包住就看不到了，所以才叫鸡迷路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哎，那这个鸡啊，有没有特别？要选用什么样的鸡？有，我们这个是方山鸡的，大概啊台斤的三斤，大小才会刚好的。对对。在包这个它之前，是不是也要先把它腌过？对，要腌，先腌过。那现在就直接教我们说怎么样腌这只鸡。腌这只鸡。重点就是这个粉。这个秘密的。秘密的。它里面是什么不能讲？对，这个就撒下去。全撒。这个是不是有胡椒？有五种口味，对不对？有五种，一定有胡椒，因为有点想要哈啾。哈啾有肉桂，对不对？对。它没有八角，有八角吗？对，有啦。但是它其他就不讲。这个粉哦，就是放在这个鸡里面，你会吃到，就是在台湾完全就是越南的味道。这是越南来的嘛？对对。我们现在就直接倒下去嘛？对，这个就是一只鸡的比例了。哦，全下。撒下，慢慢加。哦，慢慢撒。撒下。哦，慢慢撒。那其他那些是什么酱料？啊，还有一个就是鱼露，我们的越南料理哈，就是要有鱼露。鱼露，然后另外那个是什么？盐巴。盐巴。然后那个蒜泥。那这些都是一只鸡的比例。对。那我们就全部下来，然后按摩。我一边把它给下了，好不好？对对。然后就按摩它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哎，很蒜哦，这个很鱼哦，你很哦。好，盐巴，这样撒。然后就给它马杀鸡，按摩。那这个大概按多久让它？这个你按让它平均的那个味道和入味，对，入味进去。那另外这个糯米呢？这个糯米是选用哪里的糯米？我们这是用长米，泰国的吗？啊，泰国、越南都可以。那为什么要选用长的糯米？因为长糯米的话哈 ，Q 度跟那个蒸的时候哈，它比较快。它比较快一点，它比较快。然后哈，我们就是有这个香兰叶。香兰，香兰哦，这是比较少见的。这比较少见，可以给我一下吗？折了之后就才有味道，要折出来。这个是要做什么用啊？就是它哈，把这个味道哈，会香的出来，而且这个对身体也很好。一种就是好像那个药草的那药草，药草的味道很好，香兰叫香兰，香兰啊，那是不是那叫斑斓叶？是不是？绿蛋糕，对对对对，斑斓叶哦，就是用在绿蛋糕上面的这个，对。它是把那膜好像打果汁这样啊，然后让它变成绿绿的这样。这个是椰奶，椰奶全下，哎，全下鱼露，鱼露，鱼露一定要有的。对，我们要鱼露均沾。盐巴，盐巴，哎，盐巴还是全下。对，好，全下，好，全下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？让它啊，这个改编这边也要，这边都要改编，直接伸刀。它的肚子里面伸进去也可以哦，也需要多出来，也要把它入味到里面哦。好，这个哦，好了哈，好，可以了哈。那我们就可以拿去蒸，这个也可以拿去烤，勾到肩膀斜过去，对，这样。那板娘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哈就可以放上来，全部放，哎，全部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对对，全放上来，对，这样子。是要靠蒸的过程让那个它的那个香气保留在这个饭上面，对，它的味道就会出来。我去蒸，好，那边好，那我去哪里？走这边，啊，不要就在那边，掉到那边，留下你一个人跟大家自我介绍好，啊，你跟大家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，我去记卡哇，没有，你去介绍，你介绍什么？跟介绍你是谁啊？对啊，你们你来台湾多久了？这个好听。鸡已经出炉了，对，出炉了。然后我们这个糯米也蒸好，蒸好。然后我们把那个叶子呢，哎，把它利用价值利用完，就把叶子丢掉了。对对对，叶子就不要。它的香气就进去了。对，好。难的就是接下来的功夫了，要想办法整只要包起来。怎么包？要看不到鸡才算过关，让它迷路。对，要让它分不清楚说到底它的头跟尾巴在哪？在哪？对。OK， 那怎么做包？我们会用这个看够的大的袋子。然后你就把这个锅巴放在这个中间，中间前面的过程有点就像我们在包这个饭团，全部吗？啊，好了，全部。
不是，我们有戴手套，你要不要干脆用手会比较快？要把它干嘛压扁，对不对？真不行。哎，你要想，你这样的饭要把整只包起来不容易。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中间不行，有必损不行。这不行，不行。不行，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比较不好包啊。板娘，你示范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中间有一个必损，不行。对，等一下啊。好，这样哈。要一个正方形，对对对，不能有对啊，不然等一下哈，它会破掉。然后啊，用这个上来，这样，那这样，从中间压。哦，要很扎实啊。对。扎实的拿捏你用手的话，也因为我们有手痕呢，就会凹凸不平。对对，用这个压，这有点像心肺复苏术。对，这样子压平。你吹气，后排还不行哦，还不行哦，还不行，它要到这里哦，好，到这里。哇，哎，你就慢慢，要多大？你要这样，你要到这里哦，还有办法包住。OK， 对，好，哎，不简单，而且要想办法让。对对，让它半是左右，对，平均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要身体的力量去压，对，确实，而且还不能中间扁掉哦，哪边太厚太薄都不行哦。即使不用那么出力了。对，我发现，我发现这个桌子好像有点快凹了。那等一下，那大家可以示范一下，你示范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。手拿这样，然后这样，轻轻的推，压下来。推压下来推，它才往外面，不然你一直这样这样，等一下它一坨这样。难怪板娘刚刚在旁边一直在笑，他以为我们真的在救。对，妈妈，你看啊，我压的这样推，有方向出来了，边压边推的，对，可以，对，慢慢这样推着出来啊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你压推，压推，压推，轻轻的就好了，它不用那么大力了。但是如果你感觉哪个地方薄了，就不要一直压下去，它会破掉。哎呦，掉了不行哈。对，这感觉就是有点像，比如说它是一个顶皮吧。对。你把它拉开了之后，然后包馅在里面，像包水饺。哇。好，那你把这个上来。好。哪一面呢？啊，背。然后屁股这个背，哦，这个背过来，对对，头，对，不用压了，拿上来，来，好，一起喽，来我来，打你哦，快哦，快，好，对 ，OK， 然后抓，对，好，抓，亮点啊，抓到，哎，包起来了，金玉清迷路了，我们现在拿去炸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享用它了，那就这边请，我们出去炸了，炸油锅啦。麻烦板娘帮我们，我们刚刚制作的机密路，把它给打破，打破它，这个是直接这样把它割开，是不是？对，哇，有没有？里面是包的一只鸡，有的小朋友或是客人来啊，他们也有玩那个游戏啊，是什么？他们赌就是说，哎，你说哪个是头，哪个是回，赌赢的输，赌赢的话哈就不用买单，好，赢的话就不用买单，输的人就买单。来，我们猜头在哪里？对。因为这一桌好像价值要5000块，对，5000块。哦，那输的买单。哦，输的买单。来，我觉得这里是头，那我别无选择了嘛，那我也猜这里是头。那你觉得哪一个？你要加入啊？你也加入嘛？要不然你也觉得这里是？对对对，没有没有偷看，不是不可以偷看，我会看他的形而已啊，我没有看到里面呢。所以你看不出，看不到。看不到的。那你觉得哪个是头？那边是头。你也觉得对不对？那你答英雄所见略同。哎啊，如果我们都输，就三个人一起买哦。公揭晓。啊，吃到一个完全你没有吃过炸的多好，那外面是酥的跟饼一样，功夫菜，外酥内 Q。板娘，你的很多的香料都是要坚持是从越南来的，对，我们是从越南，真的原汁原味，所以在这边啊，很多越南的朋友都会来这边吃家乡的味道，道地，对，哇，鸡腿。
哦，啊，是不是应该要配一块饼才对？要要要！哇，好好吃哦！哦哦，哎，你看这个外面也是，这个时候很酥很脆，这个时候正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肚子正饿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应该也要沾一点鸡汁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因为包的时候啊，那个鸡的骨灰啊，它会跑到锅巴里面。对对，哇，太棒了啦！哦。那你们先吃盐味，然后你们可以沾这个。好，我觉得盐味哈，还可以感受那个鸡汁的香气的。必吃必吃必吃哦，这个真的火候很重要哦，才会酥酥脆脆的哦，里面 QQ 的，然后把一些鸡汁淋在上面，那个光是吃这个饼皮哦，你就很过瘾。哎，阿弟不要攻击我耶，太好吃。那皮真的弄得很好，嗯，那个皮我咬下去还是那种。软软的，而且它皮是有点 QQ 的。这个鸡我们是要腌锅，最少要3个小时。嗯，然后烤的时候也是要看那个烤的那个火的那个温度。是。那个皮哈才脆，才会碎啊。对。那这是越南非常道地的一道菜吗？有。越南这道菜已经有了20几年了。20几年哦。对，20-30年有了。那你为什么当初会坚持要把这一个菜带过来台湾？它的吃法哈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然后在越南的时候哈，我们是搬那个酒席啊，或是桌菜啊，对，会有这道重要的节日才会知道的。对对。哎，我讲真的，沾到姐姐的酱哈，你会觉得你好像置身在越南。哦啊，你看一下后面的场景有没有？哎呦哎呦，真的啊，我就到越南了嘛。不注意。吃完这个鸡米露之后，接下来要建议我们吃什么？那你们吃一点这个，这个是特色什锦凉拌，它里面有虾子、猪肉、芒果跟那个水果的季节做的。如果是夏天没有芒果的时候，可以用杨桃，生的杨桃，各种水果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杨桃也可以。啊，真的很解腻呢。对，哎呦，有那种夏天的感觉。哇，啊，对，哦，吃了之后马上胃又开了，因为越南也是热啊，一吃完哦，你才会有那个胃口继续吃其他的。还有另外一道菜也是值得推荐的，这个虾是用梅子啊，它有点蒜，其实我觉得像糖醋鱼吗？哈，酸甜酸甜的哈。我觉得其实不用沾酱，因为它本身那个酸甜味就很够味了。顶洋金讲这是台湾没有的料理虾的这种口味，对，很好吃，有酸有咸，然后又有海鲜的这种甜味。现在给你们吃到这道菜，红烧牛肉面包，这道菜也是100多年有了，对，就是以前呢法国来啊统发的时候，听一下这声音，哦，酥酥脆脆，哇哇，哎，真的是外酥内软，然后沾一点咖喱这样哈，对，哇，这个听这声音就厉害了，哇，而且大点这红烧牛肉真的是那个汤汁。配上这个咖喱，我跟你讲，一整条法国面包都可以吃完了。嗯，哦，而且它因为它的面包体很松啊，所以它那个酱汁吸附的对能力很强。那好，因为像这个材料，我们也是从越南寄那个空运来的。是，我们在台湾也有这种粉，就是越南炒货店也有卖，但是我们不用那种，我们是用我们就是我妈教给我的。这个是磨磨渣渣，磨磨渣渣甜点。哦，为什么板娘哦，坚持一定要加炼，而且要加到它刚刚好？不会太甜啊，不会不会，刚刚好。因为我们这个有时候夏天会没有食欲，真的很需要像这种凉拌的啦，或者是磨磨渣渣哦，让自己这个吃完之后还可以解油腻，要不然越吃越腻，开个胃。对，要不然你吃一点点就饱了。嗯，然后越南菜的特色哦，有时候酸酸甜甜的，让你夏天哦可以吃的下去，不是说哇好热，我们都没有食欲或干嘛，还是要谢谢老板娘哦。谢谢板娘，给我们吃到一个这么丰盛的越南。对。呈现你的火影秀，很漂亮。这个不知道，还以为我们是赛道，就是好像来到了仙境，也不是，这是真的仙境哦。太美了啦，整个心情整个都愉悦了起来。哎，这边真的这个是
幸福。丢席吗？对哦，我们大概在四五月开始啊，就是绣球花的季节，盛开的季节，好多，太好了，有很多人来到这边去拍照。而且我要看到一个大的绣球花，对，红色，红色，等一下，哎呀，大哥，这个这样，哎，你怎么在捡人家的这绣球花？没有啦，我在维护绣球花园呐。哦，所以这边是老板啊，这真是老板的，该不会你姓高吧？我是姓高啊，哎，这么巧，哎，高老板啊，高老板，绣球花达人嘛，你好，哇，你现在是在剪这个绣球花是不是？我们是在修它日照损坏掉的一些绣球花，哦，因为去除掉它才不会烂掉这样。你在修剪之前问一下，到底这一片这个绣球花田有多大？我们这片绣球花田大概8800平。8800平，那你要怎么维护啊？我们人力跟就是时间上要花很多啊。OK， 所以它如果日晒太长的话，就要把它修剪掉。对，像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是要丢掉？有一点就是日晒太，这就晒伤了。晒伤了，对。那要怎么去修剪它？整株不要，把它剪掉吗？没有。但是你这个是整株剪掉了，你还是没有。对啊，有把人家剪掉了。你不要因为你是老板，你可以做这件事。它这有一节一节有节目的，有节目。有那个刚好这样一节，我们有我们节目好看吗？没有，就刚好一节一节，它下面有一个芽，我们要留那个芽，让它下次再可以生长。所以不是整个斩草除根那种，对，不是啊。像真的不是说很大面积的话，我们就是会先留着，它风干之后自然就会脱落，它会自己掉下来。对，它真的不行的，我们就会修掉。哇，那如果这一片要修完，可能从早上开始修，修到晚已经晚上了。对啦，不然这样啦，我看你们这边人手可能对不对？就是你们两位也蛮足够的。哎，怎么我们两位啊？就是你们两位。现在很直接了哈，直接切入，也不用说拐弯抹角，不用了，都不用。好了，我们来这边打工。你该不会也带了两什么？这一切都这么的干净？你冷没？冷没啦，红虾都没团。OK 的，那待会好好的帮高老板去修剪花园。好，没问题，我要去。帮你们张罗晚上住的地方。好，哇，真的是金山达人。好，高老板，那就交给你们喽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啦，谢谢，走喽。好，那高老板，那你可以再教我们一下，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弄，怎么样修剪？我们这颗色泽上它已经退化，对，不是很艳丽了，是这一颗我们就会去除了。这只它下来是这边有一个芽，是，我们就是从这个哇，整串啊，对，整串不要了。对，就是它不要了，这一串就不要了。对，那等于是它的主要的那个，你没有把它剪掉。对，我们主要的还让它继续在那里，它还有一个侧芽在里面。哦，它还会再长，旁边会再长，就对。它会再长。这个花季大概会有多长时间？这边花季大概是四月底到七月中旬左右。哦，三个月要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来赏花一下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帮忙。好，我们分头进行吧。OK， 好。高老板，这边需要帮忙。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剪，可以，这可以，但是要剪哪里？你像我们这个的话，剪在下面有一个芽，有没有看到？是，取这个点。好，要不然就是这边它正常有时候会有一只芽，我们会取这个点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点没有，就取这个点。好，这里啊，是吗？枝上，这里。对，好，斜切吗？还是直切都可以？斜切。切切比较好剪哦，这样子哈。对，你看这个枯成这样了，这个不行了。对，这个绣球花是需要大量的水去灌溉它吗？对，它比较喜欢水分。啊，这个已经枯掉了，就直接剪掉。直接剪掉，不管它哪边。剪到下面了，直接就来侧芽之上。对，哦，侧芽弄它。侧芽留着，它就会再长。感觉下来哈，这个算是硬缺的。放眼看过去，他说有8公顷，好恐啊！很老吧？哇，这个工打完哦，毅哥可能拍了两档戏了，然后哎，拍谁？喷尿水，就这样啦。我猜哦，是从这里，但是我不敢确定。你看这里有个歪节，但是我不敢剪。目前看起来这个只有一只，求救高老板。高老板，板板。高老板，先把这边解决一下，好吧？这里，这里的话，对，这里就剪了。好，那你先过去那边支援他好了。好，这个哈，乍看之下它只有一株，然后我循线去寻找哦，它这里有一个
那这个可以剪这一个吗？可以，养分你从这边裁掉之后，它会从这里再上来，从那边上來。所以我从这里剪下去哦。对，剪。大概多久时间一晒它就会变成这样子？你像日照，你要是整天啊，高温曝晒的话，就是会导致它的花瓣承受不住那个热，所以而导致它会变成就是烧掉了。哇，那一直这样剪，看到很多颜色，搞不太清楚。哎，高老板，这边需要支援啊，高老板。请问一下哈，因为我这样剪哦，然后看到很多颜色，那这些绣球花是不同品种吗？不同品种，我们这个园区所出来的颜色，它是以品种去呈现出来。那这个园区大概有几种？我们园区大概就是有八个品种。八个品种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八种不一样的颜色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之前有买过绣球花回去，然后这个要怎么样照顾会比较好？因为我一下子它也是整个就变成这样。回去尽量不要插太长，根部不要留长，根部大概留大概就是一个马赫杯，对，然后要晒太阳吗？不行，不能晒太阳，晒太阳它就软掉了。但是现在这边都在晒太阳，因为它在户外的话，它是含有根系在，所以它晒到太阳是没问题的。哦，因为它有根系去送水的。可是你才接下来，它是伤口去吸水上去了。所以在家里面不要晒到太阳。对，可能就是尽量把它的长度拉短，跟我们吸管一样。你吸管接越长，你出的力量要越大。你吸管越短，它相对的速度就越快。你看，是不是有点小可惜？但这一株还是，这一株被牺牲了，我把它留着。这个是我的战利品。哦，水嘎，我就是绣球花战士。你看，对啊，这整株都不行了。哇，这种连起啊，全部都连起啊。我觉得做这个工作不容易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这个花啦、喜欢植物啊、尊重生命的人，你剪它你会觉得很心疼。所以，我现在有点小感伤。我先去旁边平复我的心情。高老板，对不起。点点，这里。八公顷就交给你了。这什么东西？高老板没有在注意。哇，这个太大了。哎，沙海哥怎么样？状况如何？这个工作不适合我。什么意思？剪一剪会心里难过。难过什么？我有误剪到，因为你看哦，哎，这有时候这个一戳这么大戳哈，哦，对啊，啊，它藏在里面会有一戳是好的，哦，啊，我把整戳剪下来，所以你刚都没有再剪，因为我感伤嘛，你感伤，哎，这几瓶8800多瓶啊，8公顷，8公顷，我们一个人要剪4公顷，然后你在那边暗自一个人独自在那边落泪，然后不剪，难过很久呢，我现在才平复来，我知道。你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人给他睡，忍住悲哀。好了，我们好好剪一下了，要给大家看到这个绣球花完美的一面。分头进行，好，分头进行啊。老板，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成果。是，我们剪的这些枯掉的绣球花，不简单的一份工作，真的。有时候心要一狠哈，才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。对啊，这个园区要有什么适合我？对，刚好我们有一位插花老师在下面。插花老师？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帮他的忙。对，他刚好在忙。好，插花可能我们比较不会，就有你可能我们好一点，我们可能好一点。因为我们有艺术的这个天分，是，好吧，我们去找他。好，那个老师在这个方位。好，那我们就这边请，请来。好，走。这边多有气质，应该就是这一位老师。老师在插花。老师怎么称呼？对不对？我姓卢。
卢老师，那个老板这个请我们过来这边的，就说你这边也需要帮忙，有这个事情吗？有的。如果没有要帮忙，也我们对，我们很需要，没有需要帮忙，我们也可以再去逛，非常需要。好，需要。那你现在是在插花是吗？对，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问题嘛，所以大家要很出来就是户外散散心，然后我们就会设计一个就是有这种藤蔓，然后那我们可以出来外面散散心，然后还可以带一盆花回去。哦，所以有在教客人怎么样插花，然后插完之后带回去。对。我刚才想说奇怪，怎么没看到这里的主角绣球花？原来在这里。对。其实绣球花为主，然后其他还是可以搭配其他的花束。对。那插花有没有，譬如说？比较需要注意的，比如说药品，其实也还好，没有，是我们的大瓜放进去，就好，主角对，主角放进去，再从旁边慢慢去增加它的，就是大大小小，然后高高低低，然后心情好就好，自己看开心就好。大大小小高高，蛮主观的，主观意识蛮强。我觉得他讲到一个关键，很多人都觉得好像门槛很高，一定要怎么样？不用，其实很多事情其实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，干嘛做给别人看？是啊，开心是自己知道。对，常常。你是觉得插花门槛很高，那你们是打麻将？对啊，插回啊，不是打麻将啦。这是插花绣球，我们只要短短的就好。主角好，对，然后我们海绵会有。四分之一的地方你就斜，不要正中，不要正中，因为正中会像拜拜一样。哦。对，然后我们斜就会比较优雅，因为你有三支，所以你可以分，我们只要短短的就好了，因为绣球它非常非常喜欢水，所以它只要很短，然后插进去我们的那个 Oasis 里面。让它自保水，所以要怎么照顾绣球，就是要给它很多水嘛。对，为了增加它的吸水力，所以我们可以斜切。斜切以后再对切，吸水效果对根部可以这样处理。这如果是说你处理的好的话，它活个一两个月都没有问题。好，但是要泡满水。那现在我就要把它给切喽。对，切短短的到这边就好。好，这里好。对，按照我们喜欢的长度来切就对。对。然后要斜切。对。好，那我已经切好了，老师。好，这样子哈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因为我们要让它吃水，面积比较大，所以就要斜切。好，了解哈，这要切这样斜斜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插下去喽。OK， 然后其他的就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。好，对，但是千万不要插对称，因为大插对称就会很像我们在拜拜。对称很美，插花真的是修身养性。你很好呢，你还可以这样子比耶。瞄一下看怎么样好看呢？对。对啊，其实插花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心静下来。哎，它没有任何的规则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们是生活花艺。生活，所谓生活花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花艺。对，所以最主要说是当下的心情。也没有所谓的老师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，自己的心情就是老师。对。成品非常好。我这个哦，算是一点点像我个人哈，有点低调，对，但奢华，我不花俏，但其实该要有的都有哈。可是我觉得它插得很优雅。优雅，那你讲对了，非常优雅。我说我低调是因为我不随便让人家知道我很优雅。来，浮夸。不，它是非常跳。应该是这样讲啊，我这个作品呢，它是属于乱中有序的。哎呀，但是你看这好像杂乱无章，但是事实上它是有一个规则，其实也是像我的人一样。其实花好月圆人团圆，其实你仔细去观察，其实它有一点圆形的形状，所以我这个人做人非常的圆滑、圆满，很 smooth。对，你看。你根本分不清楚到底哪一边是正面，哪边是反面，因为它都很圆。它就是比较顽皮一点点啦。对，然后你就是比较优雅。你是一个成熟男，然后他是一个调皮小孩。对，我太调皮了。你这个小调皮，您都算成功了。对，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今天我们住这个地方很特别，国际级的景区。哦，你已经瞧好了，都瞧好了。国际级景区，然后呢？野柳地质公园。哇！然后旁边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野柳海洋世界。哎呦，直接远眺就对了。对，看到海景是不是？对，无敌海景。好，来，我们赶快进去，对，一探究竟。
这么活泼。我话不想说，我话不想有，在一段什么了？这个大题感觉就是一样，刚才说很激动的。对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映入眼帘的这一位，应该就是型男妇女，是是是，是不是？对，西装妇女。对啊，两位主持人，妇女你好，啊，这是徐妇女，徐延武，延武许，你会发现他有一点点明星的。哎，没，因为戴了口罩其实不太准，因为我们现在戴口罩，基本上大家都是型男帅哥的美女，有拉有伸下，有拉有伸下，可以吗？哦，那我稍微拉一下。有，哎，好像有那种 view 哦。两个字的，我们数到三一起讲答案。一、二、三，七型。野柳右胜，像是右什么？右胜。野柳右胜。对啊，来到这边是我有称号。野柳。野柳。哈利。哈林哥来到今天来到现场，你有什么要？耶，很好，我想要休息了，爸爸爸，不要再尬聊了，我们可以好好去参观这个饭店，好吗？你以前有养一只老鹰，没有错，我跟你讲，一只老鹰叫做 Eagle， 两只老鹰叫什么？叫两个。我哈林养的老鹰叫做，让我一只。看一下旁边的他们多专业，到底是专业还是说金价不喝酒？好冷，好冷淡。让我一直爱个狗。那杨烈养的老鹰叫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如果能够。好的，我放弃了。我们有准备房间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许福礼麻烦你了，参观一下。我就一起房间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有准备一间 VIP 房给你。哦 ，VIP 房啊，是是是。我哎，你看这边还有玄关，然后有客厅，进来还有间厕所。它旁边有自己的这个卧室空间。哇，会有一片无敌海景，超级无敌海景，太棒了！哎，这个视野真的很开阔，哎，哇，心情好。好平静，看点有没有牌？有啊，五味杂陈，没有办法，好复杂，好复杂，怎么变海带？对对对对主要是这边的视野真的太好了。对，早上一起来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？可以看到日出，可以看到日出啦，然后夕阳也可以看到，然后海景都可以看到。对 ，VIP 港只能一个人入住。VIP 港只能一个入住。对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啊，要把他们的亲子设施去比赛，看谁声音相当低沉就可以。我今天晚上睡这一边。哦，等一下有比拼就是比赛。对，我们有一个室内的这个400频道的游戏空间。好好好，所以它有一些游戏机啊，待会就两位可能在那边要做一个比赛。好，来 PK 一下啦。豪华澎湃，你们这是咖啡厅吗？对，我们这是咖啡厅。咖啡厅，那这样，这咖啡厅点的餐点就是都这么巨大，就这四大盘。其实我们就是图文相符啦，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就是这样。介绍一下吧，野柳是纯享的小卷烧，小卷小卷一定要。那下面的部分是海藻，等一下记得进攻。嘎嘎嘎嘎嘎嘎！哎呀，你看是不是很活的？哇跳跳，新鲜哦，新鲜新鲜。我们这一代目前是小卷的季节，所以这个都是很好。好新鲜，对，那个汁哦，太棒了，太好。我们这边还有准备这个意大利面，对，那意大利面的话，其实海鲜料也放得非常丰富，嗯，这面真的很吸引人呢。来来来，我们试一下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是我的菜。很到位，我喜欢。那再来下面，再来这边是我们的鱼布扎海鲜，一样有虾子啊，有鲍鱼啊，然后有鱼块，鱼块你看看，对，都是大块的。那下面的话，我们有搭配一些生菜，做台式的口味，让大家解腻。解腻很重要，解腻解腻。几乎全部都是海鲜，哈，对，有海鲜的那些海鲜，看到这些料理都丰富。来来来，海鲜控来到这边应该尖叫疯掉。我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价位大概落在哪里？其实我们这样吃到菜下来，大概就是1000出头啦，不到1000一。你看 CP 值多高？吃饱喝足的，应该可以接受挑战了，对不对？啊？你想睡了是吃饱眼皮，但是没有，我们的战争还没结束。要房间，谁要住？对，谁要住哪一个房间？哎，还没决定。这一碗吃完，我们就去 PK。看谁要住 VIP？ 来。你们两位就是在这边做比赛，没问题。那赢的人呢，今天就可以住 VIP 房。好。
VIP VIP 就给你住了。好，反正你本来就是旅馆达人。我要这么说，我是摩铁达人。所以待会我带你到房间去。好，进房间之前他还要再去打工，还有打工，还有要打工。哦，我听清楚了，我待会只有住 VIP 的。对，我们都投篮投成这样还要打工啊？我待会去的地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我们就相信你。好，相信你。来，大哥，那就跟着你的脚步。好 ，Follow you。来，这边请。接下来这一家很特别哦，是明星都会来的店，所以我们要来这边打工啊。对，蛮多人来过，没有看到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这午餐店有需要我们来打工吗？对呀，这有人力短缺，是人都好。老板在这边，老板怎么称呼？对，我叫阿哲。阿哲，阿哲，你好，年轻有为的。没有，这边有可以打工的机会吗？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。有啊，一定有。那阿哲都说有了，那你就带领我们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这边请。生猛的龙虾海鲜，然后我们帮你伙伴了，你们帮我摆盘上去。好，先示范。这是生的呢。对，哎，它还在动呢。对啊，它肉的还是活的呢。啊，这个生的这样子摆送给客人吃哦。没有，但是要加我们的特调的蒜泥龙虾蒸板条。嗯，哦，淋上寿司。对，拿去蒸。它还不是完成品啊，我还以为要吃这个生虾片。生虾片是一盘要摆多少个龙虾？一盘要五只，十人份的，这是我们的招牌。哦，那就放十只嘛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摆起来哈，摆起来，总共要十只。哇，有些还有虾黄哎，虾膏，虾膏，加油加油！哎，这样子吗？是，没错的，这样好看的哈，一个放射状，是，摆一个放射状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淋上我们的独门酱汁，独门酱汁里面可以透露什么东西吗？酱油是肯定有的，然后呢，它我们的特色就是它的蒜头一半炸。什么用意？蒜头它下去炸的时候，它会提那个蒜头的香味。哦，有香，蒜香出来，蒜香会出来。然后但是蒜头炸过之后，它的辣度就会降低。对。然后我们一半是用生的蒜头，有辣度的，对，辣度的。而且主要是吃那个辣度。了解了，就一半是提香，然后一半是辣，多的辣度。啊，那都有。会多加一个。一般人都不会知道的是扁鱼，扁鱼，对，它是干扁鱼，它会有一个特殊的味道。一般人我们还特别下去烤。扁鱼是不是在那个什么砂锅鱼头里面？是，也有，就那个东西。厉害，哎，懂哎，懂吃，对，哎，懂吃懂吃。淋上我们的酱料，好，哎，然后我们再麻烦你们帮我均匀的好涂上去，不要太多，要恰到好处，它大概是一半，一半哦。一半有一半没有，哇，这个它的大蒜一样，这个酱好香哦。OK， 搞定。好，那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蒸笼里面了。好，把它拿进去蒸。那大概要蒸多少时间就可以了？基本上你们火力够大的话，它只需要五分钟就好了。五分钟。避风塘螃蟹，避风塘万里草蟹。来万里一定要见识一下它本人。没错，这就是万里的花蟹。是，这个已经洗过了。是，它已经前置作业已经先帮你处理好了。是，然后您只要帮我裹好均匀的粉。果粉，那这是什么粉？太太粉啊，还有一些苏打粉，我还有一些香料，它下去裹的。哦，那 OK。大致上要裹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 OK 的？来，一只一只啦，我们只要裹里面就好，然后放在这里吗？是，没错。那这个呢？这个的话，我们表面上面只要裹上一点点。哦，所以是这样，是，一点点，这样就好了。是，这样都没有错。好。然后那个脚都不用哈，是脚都不用，哦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是裹完粉之后就要来炒了，对不对？先过炸再过炒。哦，要先炸再炒。是避风塘炒蟹吃过，但是没做过。避风塘炒蟹是不是算是港式的？港式的。那它最特别的地方，你觉得是在哪里？它的调料跟它的蒜头，都是要前置作业，它都是要先炸过金黄色的，对，它的香味才会提升出来。OK。对，然后再加上我们一点点的调味。OK， 所以他前置作业比较复杂一点。你也是厨师出身的吗？对。哦，那现在自己当老板？当老板？没有啦，就是
家族，因为我们是海边人，然后我们是第三代。哦，第三代。对，从小耳濡目染到现在。那这道饭难的地方在哪边呢？在它炸的。炸的火候。火候。哇。哇，这个会跳起来，会跳，会跳，会跳。哇。不要激动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太冲动了，太冲动了。你看阿哲都完全没有穿那个任何防护衣的。啊，你这个一定会被看到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定会的。像久就习惯，反正习惯就好了哈。那大概炸到什么程度是完成的？它是模底下去做的，哎，它其实炸的话只需要1到1分半钟而已。OK， 对，其实时间很短。哎呦，你看看那个蒜头，对，先来爆香一下，蒜香一下啊，蒜香一下。蒜片吗？蒜头，我们自己用手下去剁，整颗整颗下去剁。手工剁的跟机器剁的不一样，有先去炸过。这个炸就需要很厉害的功夫。对了，没错，避风塘炒蟹就是这个。对。哦，来了，来下去了，下去。掌声给他鼓励，有点感动啊，也有点惭愧。不要这么说，我们在厨房到底帮了什么忙，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？我告诉你好不好？我们帮了什么忙？拍手，我们加油叫好，称赞，真的，真的感动，拍手拍手叫，感动在心里的。赖大哥，像你在这个地方这么久，我看到这一桌最吸引你的会是什么？当然，最主要一定是螃蟹，螃蟹来品尝看看。我们这边直接漂亮漂亮，对对对对，一样一样，它才会饱满。1、2、3啊，嗯。哦，它味道虽然重，但完全不影响这个蟹的鲜甜。咬下去，你那个螃蟹里的那个鲜美啊，完全就是在你的嘴巴里面炸开来。我觉得这就是好的厨师啊，嗯，新鲜就是好吃啊，简单料理就好，呈现它的原汁原味。对，再来呢，就是这个啦，活的龙虾。蔡哥嘞，你有没有？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金山万里这一带哦，一路走下来，你会发现我现在在海边，可是我可能5分钟之后，它就会到山上。山对，所以山跟海都有。对啊，像我们一早在那个跳石海岸，咖啡哇，那个行动咖啡，转眼间就到地瓜园了。对，就去晒太阳。那我们下午呢？在山上的高加绣球花，对，转眼间我们又到了野柳了。其实路程都很短，但是却很丰富。没错，依山傍水。再次谢谢大家，也谢谢你们两个哦。谢谢两位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就不客气喽哈。对，我们刚刚都有在顾我们的吃相，那现在我们就真正露出我们的真面目了，不忍了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样貌。来啊，我最喜欢吃这个啦，曼尼利哥啦。我嘛做药，我就盯起来可以啦。刚刚都是装的啦，哎，现在才是我们真正的模样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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